5月8号晚播出的《极限挑战》中，小绵羊张艺兴在录制一开始便显露出精神不佳的状态，中途提出去洗手间的要求时，未料没走几步就体力不支晕倒在地了。哎呦，我的软！哎呦，我的软！据悉，物理艺兴的晕倒是因为工作行程太满，导致肠胃不舒服。送往医院后，在暖叔黄渤的贴心照顾下，小绵羊才有所好转，下午便归队坚持拍摄。小绵羊的晕倒让粉丝们担心不已，随后阎王孙红雷在微博霸道发文，艺兴以后不许再晕倒。艺兴也十分酥的回复道，谢谢红雷哥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你也要多注意身体。红星 CP 再次发糖，令 CP 党们纷纷大呼，半夜甜的睡不着，红星发糖我很开心，狮子座霸道的关心方式。网络新闻，阎王那么暖，这狗粮味还真不错呢。霸道。